你这是什么病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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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用你手上这个铁杆，一次性打倒5个水瓶，就算是完美过关。这难度是不是有点高啊？不高。头文字 D 看过吗？拓海一战成名那个画面，咱们就按照他这来训练。有吗？这5个水瓶就是池哥为了新人赛上鹰站15号弯而设计。 一次性打倒这5个水平，他过15号弯就没有问题。你必须贴近弯道外侧的接弯点，才能找到极限的出弯速度。一会儿试一下。 晚上设定点5秒，懂了吗？懂是懂了，但是不一定能做得到。要按照你这么开掉悬崖里了。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？ 感觉啊，真正面对比赛的时候，别给飞石丢人。哦。